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，今天把我家的花胖拴到门口了啊，他在这个仓库里面叫声太恐怖了，只要到我仓库的人啊，还没有到我仓库门口，听到这个声音啊，就望而却步了啊，不知道这个墙里面到底是什么神兽啊，听着这声音就比较凶猛，都不敢进来了，所以我要把我家花胖拉出来给他们看看，也就这么一个东西啊，不必害怕。今天我妈来了啊，顺便给我打扫一下仓库啊，阿爸拿一个地毯，哎呦，这个花胖就对着阿妈叫了，就要咬人了，你看看多凶，搞得就跟是他自己的财产一样啊，不能有别人去摸，不能有别人去碰，你看就要咬，你看多凶啊！我妈讲的没事，我给他多喂点食物啊，就不对他凶了啊，给他喂熟一点就行了。我说好吧，那你喂试试看吧。我妈真行啊，帮这个从那个零食店买的啊5-60一斤的这个果干拿出来给狗吃了，想给我带吃的全部都喂狗了，感觉在他心目中我连狗都不如了。你喂他吃，他当时吃了他还是咬你，你看你，哟，捡的怪行了，再给他一个，乖，你把这么贵的这个水果干还都给他吃掉了，啊，你给他吃都没用，你喂不熟啊。你给他喂熟，你让你给他喂熟，看看我家的花胖是喂不熟的啊，前一秒还吃他东西，后一秒就跟他翻脸不认人了啊，忘恩负义啊，给他再好的吃他都不甩你啊，照样要咬你。我的还没得三轮车，三轮车怪真凶啊，我三轮车都拉不着了，可干了嘛，可干了个脸，他接受你的东西，但是吃过之后还对你凶。你看我这个车，你过去啊，进去。我不敢。啊，没事来了。你离近看，我看他个喊你，你就离近。啊，你把枣子绑上那头去，你再进去。好，你赶紧进吧。看看我们家的花胖认主人就认一个主人，那个主人就是我，其他的人六亲不认啊，这个狗呢在我身边最安全了，跑到别人面前啊活不了两天就进狗肉车了。你看你这个臭狗，你要是咬到阿妈了怎么搞，你要咬到阿妈了我是不是要给你宰掉呢？如果我要给你宰掉吧，哎，显得我太残忍没有爱心，如果我要不给你宰掉吧啊，阿妈也咽不下这口气啊，我搞得我又不孝顺的感觉，给他，你不能让我为难呀，给他，阿妈都发话了，天天给你带饭店里面的剩菜剩饭啊，也都找人掰盐啊，都要给你带这个饭啊，结果了他一到仓库了你还咬他，下次不给你带了。就是捡的怪稳啊，看看我们家的花胖，哎呦，阿妈今天带的饭全都给他吃完了啊，一点都不剩，咋都不剩，但是他依然对阿妈这么凶，你喂他是真是喂不熟啊，你看看，我妈要拿个铁锹看看他是不是还要咬他，结果他居然还不怕啊，还是这么凶恶，阿妈都无言了啊。我们家的花胖吃了别人的饭还跟别人对着干啊，太不要脸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